首先，我要感谢北斗家商纳税服务队在这段税制这段时间所提供的服务跟协助，让民众可以很快速的管理完成申报。那因为今年疫情比较趋缓，所以没有像去年一样可以申报期延长一个月。那目前大概还有40%左右的民众还没有完成申报。那我们请还没有办理结算申报的民众多多利用手机报税。那手机报税跟那个电脑网络申报一样，可以编辑修改抚养亲属所得跟扣除的资料。那今年还新增的可以上传附件、现金缴纳延期跟分期缴税的功能。那操作简单又很方便。那为了让那个民众能够如期完成申报，也兼顾大家。国立北斗家商呢，我们派出我们三金科任的同学哈，来到我们中区的国税局这边。那我很感谢我们国税局给我们三金科的孩子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操作这样的一个报税的一个软体。那同学们到这边来，5月1号就开始来了，他们都觉得刚开始来的时候很紧张，那可是大概过了半年以后，同学们就能够驾轻就熟。那这个当然要感谢我们老师啊，平常的一些的训练，好吧，同学训练得很好。那到国税局这边，国税局也给我们一些相当的一些的协助，让我们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民众互动。那也福音了我们新课纲的一个理念，可以把我们的课程跟他们所学跟生活。这边实习的一个机会，那我对这个就有一点点的兴趣。那后来呢，学校也在4月28号的时候也举办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会，那时候就让我们更确定说我们一定要参加这个活动。虽然一开始一定会很紧张，一定会害怕说会不会做不好，但是后来我会发现说，当我接到一个民众，甚至只是说被问个问题而已，我就会变得很有成就感。那我也非常感谢说学校还有国税局愿意提供这个机会给我们体验，还有给我们为民众服务的。是老师在讲，然后就是有兴趣，然后也觉得说，就是他是商经课，就是才有。然后寄到。